我们是县公安局刑警队的，我叫马哲，今天过来跟你了解点情况。哦，好，坐。我早就等你们来了。等我们？别误会，我知道你们要问什么。那天我去河边了，刚到河边我就看见那个尸体了。 反正当时我就知道这事肯定跟我脱不了干系。什么叫脱不了干系？这案子是你干的？不是我干的，但这不重要嘛。反正你们也不会放过我的。什么叫不重要啊？你清楚你在说什么吗？清楚。你刚才说12月15号晚上你去河边了？我去了。你干嘛去了？钓鱼。你跟谁一起去的？就我自己。 那你有没有看见一个女人，烫着个大波浪，穿着你们厂的衣服？没看见其他人。你能确定吗？我能确定。其他东西这样，后面的流程我都清楚。咱们嘛，调查取证，关押审讯，最后过定罪。我的意思是，这些流程咱们能不能省一下，然后其他的咱们照办就可以了。你现在说的话是要负法律责任的，你清楚吗？ 没有人比我更清楚。